What?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大男人干大事》。今天要干什么大事呢？今天要来抽烟。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家的那个抽油烟机的抽风管啊断掉了，哎，而且断很久了，那都一直没有去修它，因为我们在家里自己煮的机会很少，所以觉得没有必要去修它。但最近呢，在家开火的频率越来越高，那每一次在家开火呢，哇塞，都非常的 chill， 因为整间房子烟雾弥漫的，最近真的受不了。所以今天就决定来去买一些东西来把这个抽风管修好。那我们要先去买抽烟的工具 ，Let's go。好，我们来找抽油烟机的风管。怎么这么巧，就在这里？傻眼了，不知道还有分 size。好。不知道 size 没关系，大男人的专长哦，这种圆柱状的 size 我们是最清楚的，大概只要在这样子就大概知道 size 是多大的，所以应该是不会买错。这样用手这样比一下，差不多就这个，应该不会买错。那我们现在去买胶带，那种很强的胶带。走吧，拿着哦。这种拿东西的就给细汉的拿就好了。好不好？这种事情交给细汉的。OK， 找到了，就是这个强力布胶带给它捆着的，拿着。好，走。我们把材料都买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回家。你等一下就骑这台，帮我把东西载回家好吗？好，你骑三轮车把东西载回家，我在家里等你。OK？OK 吗 ？OK 吗？好，我买回来的东西有一个风管，还有个胶带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哈。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抽油烟机，非常的老旧。好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把这一段到这边接起来。但是呢，我发现它管子断到里面，所以可能要从这边开始接。接到这里，那管子间不知道买的够不够长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这边之前他们是用补土把这个空隙补起来的，所以我现在要先把这个打掉，然后把这旧的管子拔起来。好，现在就要用这两个工具把这个旧的补土敲掉。紧张的时刻来临了哈！大男人的本能就是圆柱状这种 size， 我们用这样子就可以测量到底准不准。要开始了，一二，跟原本的 size 一模一样。好，留这一段就可以拉长了。现在这个通风管呢，已经从这边接到这边抽油烟机了。现在呢，就要用这个胶带把它那个风口边边的缝隙封起来。没有粘紧的话，油烟还是会从这边跑出来，所以要把它粘很紧，然后通出去。太棒了，刚刚好。这长度OK。那我们看里面有没有被我拉掉呢？我看一下。完好无缺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
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早晨，今日公事呢？抽烟机上面接出去。直接接到外面。Perfect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哈。不是啊，这样要测试什么？下次煮饭再来测试，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个抽风管、抽烟管，不管什么管，我们完成了。那为什么要完成这个呢？各位大男人，在家里讲话要大声，要有地位，这些东西最基本的一定要会，好不好？这样在家里讲话才可以大声，地位才会提升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支影片，都请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。大男人干大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讲话大声，地板还是要扫啦，好不好？